是就跟牧师来讲一件事。两者软弱无功的我，反转接纳我，去顶掉我，来成做伊的新妇。嘛，感谢园林教会无气嫌我头毛喙周白，喙齿阁无整齐，远远看哪亲像泰山的体格，实际上却是一只破病鸡。我嘛要感谢我的亲人，我的家，尤其是我的囝，我的妻。嫁予我，生活实在是无好过。听到的娱乐少，受我歹面相对的这种这种的代志确实真多。上大的委屈就是伊无选择的伊地。红西嫁予耶稣做新妇，伊就做亲。叫伊讲东，伊唔敢讲西，事事项项拢受着控制。愿主赐予伊有丰盛甲稳定。我是一个真爱哭的人，我伫教会请到一个真爱哭的传道者。我记得伫2009年8月就入来到今，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我拢流目屎一摆以上，总是我大部分。拢毋是因为受伤害来流目屎，却拢是因为受感动来流目屎。只有一摆，真正伫心内受到创伤的中间，伫遐来流目屎，伫遐来哀求。我真爱讲一摆的经过，因为一摆的经过，正做我生命中改变真大的历程。迄、那个时间差不多是我来圆融教会半冬久的时，我伫面对人甲人的代志的顶面，我感觉受到真大的创伤，总是无人听我讲，佮因为站伫牧者的立场，唔通死过去报用，连当时的传道娘，就是等一个即点的牧师娘，我嘛拢无对伊讲，我就家己脚踏车搭咧。四个去洗，彼时已经暗时9点外。我经过石头，经过田中，去到鱼水，做淡薄的休息，搁对鱼水徛去到溪洲，然后搁对溪洲转来到园林，已经暗时1点。伫鱼水到伫溪洲的这段的路程的顶面，差不多路拢是经拢徛伫田花路的顶面，根本就无有一点啊路灯。搁我是因为第一摆对迄个所在经过，完全无清楚路草，哪想心内就伫遐哪来想，心内哪惊，惊讲现在社会遮尔侪杀人的事件，有时连无有啥物冤仇的代志。却拢有可能，因为看袂顺眼，伊遐来发生代志。我伫迄时就甲上帝哀求讲：“上帝啊，你太让我拄到遮个代志啦，太让我伫遮，让我担袂起个担。搁伫即阵，你让我伫即条残花路顶，让我惊吓，让我陷入伫即个危险个内底。”迄时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我讲。骄傲的人啊，愚妄的人啊，你敢不知影我是上帝吗？你的性命敢不是我给你的吗？你对细汉所领受的恩典，敢拢不是出自我吗？你看到你的性命是简单倚靠你家己，你若专心倚靠，敢有啥物通惊的吗？你要伫园林10个月久，你要伫园林10冬久，
这件拢不是在于我嘛？你啥事挂入啊？我兼有啥物做袂到的事嘛？哇，这个声音真正伫我的心内，予我做了真大的反省。伊提醒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是伫传播上帝福音的使者。我若无专心来挖苦上帝，那安尼，我要怎样将福音来传予人？要怎样伫人的面前比较见证这一切？上帝真疼我，上帝嘛真疼伊。伫咱的顺序单的后面，我有甲放一幅图。这幅图虽然伊细细，其实伊是彩色的。我特别伫遮来讲这幅图，这幅图顶面。这幅图是伫我来完成教会了后第二天伫在职训练啊所做的工课之一，就是伫在职训练顶面老师要求我做的，这叫做马赛克瓷砖，差不多这大块。然后你有看到正手边的顶面是一个英语写爱疼，这个疼。然后你有看到中央一个真大支的十字架。有一个那人形坐伫十字架的头前，我相信伫咱基督的信仰的中间，耶稣讲叫咱着爱行十字架来跟随伊。总是伫这幅图的顶面，这个人却是坐伫十字架顶面上界稳固的所在，有通坐，有通体，完全得到上帝的疼。咱若阁继续看下骹，伊是迄个设置无解清楚，上下骹。是水蓝色的，是那真平静的水。第二层是较深色的，绿色。迄、那个感觉就那亲像，迄、那个是比较较深烟的所在。然后顶面遐有小可气角，其实遐个拢是乌色的。伫这幅图的顶面，我用半点钟的时间甲做。当然在做的时阵，我无去甲回想到底我为啥物要做这個。等我做完，上帝予我看到。上帝讲，你看，我疼你到安尼，你看，我是遮尔啊疼你。当你行伫即个凶恶啊遮尔啊危险的海面上，我用着十字架甲你替掉咧，我用着十字架甲你扶持掉咧。难道我无疼你？我伫原灵得到上帝济济帮助，伊拣选。这些兄弟姐妹，因足够鼓励人，互我拄着困难的时阵，随时拢会当得到因的帮助，甚至因嘛搁关心伫我的身躯健康以及心灵的平安。因关心兄弟姐妹的心，无卡输传道人。关于教会，了有缘，真需要咱大家的带动，因为传福音的工是好，要搁较好。替阮恳求上帝来使用阮，予阮通成上帝的工。到伫迄日，到伫日后，伫主的面前的时，通得到最后迄个荣耀。伊是要来认输。第一章二十一节讲：轮到我，我就是基督；死就是利益。轮到我，我就是基督；死就是利益。当我活着，就是要跟随主来活。是简单为着要荣耀基督那边，下面我要甲原教会圣歌队甲我做伙唱一首歌，为着主的荣耀，毋茫管通三甲有分伫传福音的工的顶面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